历史底会算吗？会吗？你们是不是算出来是435731？好，会有人点头就好，不懂就问同学好了。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在课堂上讲。这题有吗？这题有没有？这题有没有？有吗？题目有没有？你们第十一题有吗？没有，不太一样。好，那跳过去先不要。这题有没有？有。好，你看这题，这题你们做法跟我做法不太一样。我的做法是去 log， 就是750块，然后透过这个折现值回来，等于50000块。每个月750块嘛，但是折现值的时候我 n 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我 n 不知道嘛。同学先看这个，这个是不是现值的公式？然后每个月750块有不晓得几期，但是我用10%，我用10%，哎，这怎么1.01？写错了，这边是1.12嘛？哎，不是，1.01对，因为月利率。所以 N 是几个月几个月的意思，0.01算出来是50000块，那我就要取 log 之后的，把反推过去取 log 之后呢，然后可以算出来说 N 等 log 3除以 log 1.01，那算出来是117，你们算出来都差不多，应该是领不到吧，一领不到嘛哈，应该是110对不对？好，因为是10点多嘛，好，因为11它也差不多死掉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这题？哎，不是这题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对不对？也不是，是八题这个吗？对，这题是每半年付50块，设前3年利8%，4、5年是7%，6年是。第6年到10年6%，每半年付一次，求现值，那就比较复杂一点啦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前半年都4%嘛，8%的一半是4%嘛，对不对？前3年嘛，就吃不到6这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6年之后，第4年、第5年、第4年是7%，那我是不是要先？我是不是先用1.035去折现之后，再1.04折现60回来？这个50块是第四年的吗？对不对？这边哦，这边应该还要点呢、啊。哇，不能弄，可以耶。这边应该要点吧。应该要点吧，好，就是这个是第4年、第5年、第6年、第7年，第7年是这个嘛？第7年的第四年第一个第4年有2次，对不对？第5年是不是2次？好，那这里拉下来就在这里，好，这里总共有4个，1、2、3、4，我把点下去，好，那接下来是第六年的话就是1.03开始，好，一路下来，然后一直到第10年，好，我用写的好了，用这个画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总共几年？11年。前3年，4、5年，6到10年，前3年，4到5年，6到10年，8、9、10，好。然后呢，我都领多少？50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50、50、50、50这样一路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折现一次用0.3。折现2次0.3，折现3次0.3，对不对？折现4次、5次、6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这边开始是多少？0.35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
签0.35折签一次，再折现几次？六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笔钱折现几次？一二，再折六次嘛。那接下来第五年这个一二三，再折现几次？六次。那第六年是不是一二三四，再折现六次？那接下来第六年开始，是不是有百分之三嘛？哈，四三啊，43.53嘛，对不对？我刚讲错了，这边是四，这边是3.5，接下来就开始讲三了，对不对？先三，然后呢，先一次三，然后几次的3.5，四次的3.5嘛，再几次的四，六次的四嘛，这笔钱是这样子啊，懂不懂？好，就这样算哦，有点复杂哈，有点复杂，然后全部把它带进来，像最后一次。最后一次的话，是不是有十次的？从这里到这里，是不是有十次的三？对不对？十次的三，然后再经过四次的什么？3.5，再经过六次的什么？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六次的四，对。你的数字太多，我记不起来。好、哦，又三又四又3.5又四，这个太多。这个是最后一次的嘛？好，其他同理可对象拉下来去算，好，反正用电脑算很快，作业可以难哈，你们作业是难的，考试是简单的，这样先知道吗？好，作业是很难的，好，作业是没办法用计算机按的，就用那个 Excel 算出来，考试是简单的，好，就各位都不用太担心。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那还有吗？还有14。啊？这个吗？保险公司开工地抗工，这个吧？对。哦，这个，这个是因为它是10%的零息公债吗？如果没有零息公债就麻烦呢，嗯，就稍微麻烦一点。像他讲的那个问题产生吗？我想想看，这个好问题。我已经先定下来了嘛，可是问题我最后的。如果这个最后一年利率有变动的话，那我的到期的那个本金就会有问题了。对，利息已经确定了。对，利息确定，但是这时候我去调到刚刚好存续期间，那等到下一次领息的变化都没关系啊。所以你如果是找一个那个没关系啊，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的存续期，如果你最后一期的时候。你的所有风险是不是只剩下一次而已？啊，如果你最后一次调整好，你的目标存续延调整到三年，对不对？调整到三年，那你这时候变动，因为你是我决定之后，我最后只剩一期了吧，对不对？一期，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存续期限是一年的付息债券？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这时候会出现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一年期的零息债券的话，通常都一定会超过一年。找来找去一定会超过一年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说只剩付半次利息的啊？没有办法跟他找到，就是。哎，可能不会，可能对。这时候我只好去定存，可能就那定存跟殖利率又有点差了。啊，如果不够，自己再掏点腰包。哦，他也看不到，老板也看不到。好啊，赔点钱，这样至少工作有保，啊，那风险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。复习期间如果越短的话，事实上操作上风险就会越低了。真的吗？因为3个月也比较不容易。啊，可是每3个月都要调一次，不是吗？很麻烦呢。对呀，它手续费算算，手续费一扣完之后，那蛮麻烦的。很好，我知道，越短是你越动态越明显，你的动态就是越激动嘛。可是你手续费越高。啊，很好，对，没错。老师，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动态避险里面，它有没有就是会没有办法去比较避险里面？第一个就是不可能刚好张数一样嘛。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可能是再投资的东西。对，你能不能锁住这个再投资的东西嘛？这一年把它锁住嘛？如果你锁不住的话，还是有风险。那还有其他的？还有其他就是违约啊，违约不要考虑啦哈，那手续费啊、税啦啊，然后最后一年嘛，
最后一年有可能吗？好，最后一年你要找到一年的零息债券比较难吗？对不对？比较难。老师，那个最近红海要发行那个可转换公司债，它是零息，然后溢价发行，现在股价一百几，112，那它溢价135，那它这样赚？它是零息，然后用溢价发行。我知道利息溢价发行现在110嘛，然后它转换价130嘛，135怎么样？然后它什么时候转换？它这样的话，那些承销商它是就是说买这些公司债的，它要赚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有利息，它现在股价又没那么高。那啊，它可以，它这个债什么时候开始转？闭锁期多久？不晓得，但是转可以转的时候到期日都可以转，对不对？那几年债？不确定，至少7年或10年嘛。所以他也是看公司的远景。对啊，还是看公司远景啊。所以而且利率那么低啊，你现在去外面买利率，而且鸿海算好公司啊，对，他加码并不高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零息债券，他是买一个未来啊，所以你要买他是买他未来啊。那这段期间就是买公司债的，而且你要知道说选择权它是有价值的、啊、它有价值啊，所以虽然零息这个零息的话我好像免费借钱给他，但是他送我一个认股权啊，所以对于这个承销商来讲它还是有价值的，是它价值要到，而且他承销商他会收一些手续费，不是有赚吗？对不对？有一些承销费什么费啊，什么登记费什么费，他会算这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他是有赚啊。那至于说买个未来，那未来到底会不会存在，那就要风险的问题。是啊。那你想说，2年后、3年后，它会不会涨回去呢？如果三年后有涨回去，那可能啊，110到135不是不可能嘞，涨停板3次就 OK 了嘞。按照3年时间、4年时间去赚。我觉得那个路径有可能跑到现在股价在已经8000多，已经在高。那是你站在你的立场想，知道吗？啊，在你的立场想，因为3年后你不晓得会怎么变呢、啊。那是很长的时间呢、啊。我们接下来讲义会上一些选择权，会教你这个时间价值。它有时间，而且时间那么长，啊，如果鸿海波动性那么大的话，那个越可能。我觉得是划算的啦。那我觉得不是划算，我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啦。他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啦。成交商怎么说这？怎么想说这个是一定赚？有什么计算的方式？怎么想一定算哦？因为这也是有风险。他就必须考量到这个鸿海他 in the money 的几率，他可能赚的钱，了解什么？把那个可能钱赚出来，把它换算成期望值。说未来股利。未来它一旦达到可转换价值的第一个，可达到可转换的那个价内的几率，第二个它可能不是超过135，可能到150、160的几率去算回来，所以它可能根据鸿海的股价走势算它几率分配，那用选择权的风险中立评价方法算出来，那这里面有执行价格、到期期间、无风险利率、波动性跟执行价格，还有现在的鸿海的股价，这五个因素用 Black-Scholes 的公式去算的。那 Black-Scholes 公式非常困难，对，因为它用积分去算的，积分哦，那个毛毛虫哦，那个毛毛虫知道吗？积分还有倒掉的八，倒掉的八是什么？无限啊，那个懂这个东西，它底拍怎么底什么？那都要用那个算，很复杂的。还有根号拍，还有拍，还有一，还有拍有一，反正很复杂。那个都是电脑算的，对啊，那不会很难，不会很难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会有上选择权，我会当场算给你看，就是拿市价来算，用我们的公司去算，会很接近哦。就当场试算了哈、哦，好不好？这个很复杂，很复杂，可以算的。还有没有？瑞华 OK 吗？瑞华今天穿的，很喜气耶。对呀、啊，很喜气耶。
啊？这样哈、哦，有没有听得懂？有点懂哈、哦，很好，知道有点懂，不错。哎，瑞华，今天那个佩文没来，嗯，婉珍 OK 啊，婉珍，那崇宇嘞？崇宇，崇宇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我顺便点个名，好，一凡、信宜、常志、健身应该听得懂吗？能问得出问题，就表示你懂。嗯，真的，志雄，啊，志雄，你永远都是坐那个位置的，我已经确定了。陆威，你好像也是固定坐这个位置吗？没有。婉珍一定是在这个位置，没问题。而且你一定留位置给秀龙，秀龙呢？秀龙终于好，雅慧 OK 吗？明远不来了，邦凯，我看你那个脸色，我就知道你很痛苦。对啊，而且你有一次没来 ，OK 吗 ？OK 哈。邦凯，我真的是看，我有观察到你，我很担心教的太难，哎，可以吗？我很怕我教完之后，你的人生原本是彩色的，变黑色了。改变了人生的价值观。瑞华、信宏、梁超、梅林、世福、维倩。好，维倩，好。一平，对，一平。四号，丁维、志忠。禁欲啊！我闭着眼睛，我都指来指去。啊，彭斌，佩如今天没来。一婷、美雅、雅玲今天是迟到的，我知道，但是你很认真，不会扣你分。维律、维婷，好，一婷、美雅、维婷，好，那我都念到了，还没谁没念到。哎，你是谁？啊，修学分的、哦，没有你的名字啊。我觉得你好认真哦，我觉得你好面熟，可是我都叫不出你名字，所以你要不要写一下在这里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上不多，我们就上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下次就下一份讲义，我已经挂很多份讲义，你先一次把它印下来。我考虑要不要先上期货。期货已经有啊？什么？期货已经有。有吗？哈，期货还有选择权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好麻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课。